Mình quên cái đi chim lo phổi.调整，而家开始。调整指数65/70，烈焰落盘同斯诺阿比士嘅同步率上升。好辛苦啊！但系呢啲系被选中嘅人嘅痛苦。我呢一个调整系统，并唔系街边任何人都可以随便用得到嘅。你就忍下啦。你应该庆幸自己是这个调整系统的稀有合适者，现在这样你最重视的朋友才有得救。托比，多多指教，师兄，我叫托比啊，我们一起努力啊。多多指教，多多指教。哇，有人在斗陀螺啊。你是谁啊？你这个人很生面口啊。我们三个要一起成为世上 number one 嘅陀螺手，系啊！我哋三个一定要成为世上 number one 嘅陀螺手，系啊！要令我哋嘅陀螺训练场成为世上 number one 嘅训练场，目标系 number one。哦，托比，喂，咩事啊，托比？你真系要去啊，正宗？是啊，你要等我，我快就会打低那个叫江银河的人，我要证明给全世界看，我才是 number one 的陀螺手。但是托比那方面怎样啊？这层你不用担心的，因为我一定会做到跟托比之间的约定的，只要我做到这件事，到了那时托比一定会好得回的。正宗，不过这样啊，是这样了，我出发了。呀，正宗啊。调整指数78/79，心跳指数同埋血压都上升紧。如果再继续咁落去，就会好危险。84/85，86，应该都差唔多啦。关闭系统。关闭系统，停止调整。但美安那边的情况怎样？一切顺利，调整程序按照预定进行紧。那就好了。师傅，你现在去追龙牙，在达美安的调整完结之前，一定要拖延住他。知道。好啦，整好咗啦，修理完成。哦，好嘢啊！多谢你啊，阿元。唔使客气喎，真不愧我哋嘅阿远啦，今日我哋又可以一齐比赛啦。好啦，咁而家即刻去对战啦。好啊，好啊，系啦，烈焰天平，咪住啊！啊，而家仲系可以对战住噶，点解啊？因为陀螺部件嘅接合点需要一段时间先可以完全固定，咁样对战先可以稳阵噶。如果佢哋而家受到强力嘅攻击，接合嘅部分又会再一次分离。在你们的陀螺完全固定之前，暂时都不要对战住啊。吓，咁呢段时间咪会好闷咯。咁冇办法啦，又如果烈焰天平又有啲咩问题嘅话，今次真系冇可能赶得切参加决赛嘅赛事噶啦。切，总之暂时忍耐一阵先啦。只要唔同人对战咁就得啦。啊？咁耐冇活动，我想俾大地苍蝇感受外面嘅风，净系俾佢周围转动咁可以啦。呢样就冇问题嘅，因为我都想做一次最终嘅调整测试啊！真系？嗯，到时你可以由佢一口气转动一段长距离，而我就攞翻啲数据。哦，长距离啊！讲系咁讲啫，但系呢个场又旧又细啊！我哋呢度又旧又细，真系唔好意思喎、啊。
唔係啊，我唔係咁嘅意思啊！我喺度諗有冇個好闊而且可以隨心所欲俾我哋玩陀螺嘅地方啫。既然咁唔中意我呢個咁殘嘅訓練場，就快啲走啦！向東行大約3個區左右，有一個適合嘅地方俾你哋嘅。哦，係嗰度啊！係嗰度？嗰一個係東側陸上運動場啊！我知嗰度最適合俾你哋嘅陀螺周圍咁轉嘅。係咁去啦！啊，去邊度啊？烈焰天平大地苍蝇整好啦，我哋都想去呀。喂，你哋几个咁兴奋做乜嘢啊？之前咪对战过啦，你哋都知道自己嘅实力有几多噶啦。系，你哋就只有不断咁练习，今日嘅练习将会比平时更加严格。你哋要加油啊！有努力过嘅，实会有人睇到嘅。好啦，你哋快啲过去啦。奥恩、彼得、布鲁斯，发射练习要加到100次。奥恩佢哋好似好可怜咁喎，冇问题噶，一直以嚟全靠呢种艰辛嘅锻炼，我先可以变得咁强噶。教练话咧，体力相当重要，所以我以前成日都会去嗰个运动场嗰度练跑噶。但系我哋仲未行到去嗰个运动场喎，中中。你唔好咁心急啦，好快就到噶啦。比想象中仲要大喎！呢度真系大得好紧要喎！终于可以将烈焰天平发射出去啦！好啊，阿爷。好啊。等阵啦，你哋唔好乱嚟呀！阿尤同阿奕都好似好开心咁喎。喂，我哋都一齐入去啦。啊？司徒，等阵啦，司徒，静中，司徒，喂。你约边度啊，正宗？奇怪啦，明明系嚟咗呢一边嘅。正宗，啊？嗰个系啊，龙牙。OK. Three, two, one, go shoot! Hao, Jin, Li Yin Tim Peng! Dai Dai Song Yin to Jin Da Ho Sun! Hao, Jin, Li Yin Tim Peng! Dai Dai Song Yin to Jin Da Ho Sun! Hao, Jin, Li Yin Tim Peng!真係唔好意思喎，捷古拉特博士叫我帶你翻嚟研究院。發生咩事啊？點解司徒同龍牙會？如果你唔乖乖地跟我翻去，咁就唯有用武力帶你走啦。今次我一定要令你明白我嘅真正實力。你有本事嘅就放馬過嚟，但我肯定後悔嘅人一定係你。咪住啊！等等啊！咪住先啊！龍牙，你究竟想對司徒做乜嘢啊？如果你对司徒出手，我系唔会放过你噶。各局正宗，司徒佢好快就要同我为咗争夺世界第一而战，你千祈唔好伤害佢啊！龙牙，你呢个坏蛋，你嚟呢一度到底有啲咩目的啊？喂，正宗啊，冷静啲啊！就算点睇都好，而家都系龙牙俾人包围啦。呢班咩人嚟噶？边个俾人包围，一啲都唔重要。总而言之，如果你系都要同司徒对战嘅，就等我嚟做你对手。咪住先啊！件事真系有啲古怪喎。讲够啦！好朋友有事，我点可以袖手旁观啊？你冇咁多事啊！各局正宗。啊？我？你讲乜嘢啊？有事系咁样，成日都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喺度帮紧我，不知所谓。司徒，我已经对你呢种自以为是嘅态度觉得好烦好厌啊！呢度讲紧啲咩啊，司徒？而家都仲未明。既然系咁，等我解决咗你先啦。等一阵啊，究竟发生乜嘢事啊？我只系收声啊，同我做好准备啦，各谷正宗，我系绝对唔会原谅你呢个自以为是嘅人。司徒，你点解？达美安嘅调整指数98、99、100，所有数据都相当正常，各项调整已经完成。
爆旋陀螺最新强者登场，超进化银河天马惊异诞生，超进化的六星级 R Square F 底盘，威力全面升级。爆旋陀螺钢铁战魂爆，岩岩麒麟防御之王，爆旋出击战伤，一齐出击。觉得怎样啊，大美安？好舒服。那就好。是这样，你现在就立刻出动收拾龙牙了。知道，接过拉特博士。到底什么事啊，司奥？你跟我解释清楚啊。收声啊，不要喊到懒是熟的嘛。准备好没啊？司奥。开始了。好顺。啊，怎会？只不过是一击就已经将电光毒谷撞开了。你懒系劲的力量去了哪里啊？国谷正中。电光毒谷？为什么会这样？跟上次对战比，你焰罗盘的力量和速度都不同了。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实力竟然提升了这么多。这一些就是所谓调整系统的成果了。蛤？调整系统？是什么意思啊，龙牙？切，真是无聊。龙牙，站在那里，不用自首。龙牙，高速速精准锤。江银河，啊，你一定要小心美国代表队。啊，龙牙，啊，点样啊？国公正宗，得咁多实力噶咋？电光毒蛇，正宗啊 ，Go shoot！ 可恶，正宗，你冇事啊嘛？你唔好咁多事啊，银河。这个根本就是我和司奥的问题，你不要那么多事走来阻住晒啊！你在这里说什么啊，正宗？我们两个不是钢铁银河队的同伴吗？银河是同伴啊嘛，他说得没错啊，国谷正宗。现在你的同伴就只有这个钢银河和那对钢铁银河队。司奥，你焰罗盘电光毒角，银河天马。面对住银河天马和电光毒角都可以这样，就算司奥几努力都没理由会变得这么强。司奥，你为什么会？我为了得到这股这么强的力量，所以才会加入 HD 研究院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向你报仇。做什么无端端向我报仇啊？现在就等我给你见识一下，我和这焰罗盘真正的力量究竟有几强。什么事啊？去啦！烈焰罗盘，罗盘命运刺针，咁样嘅，起舞啦！电光毒角，啊，做咩啊？电光毒角，我银河天马，电光毒角，任何嘢都冇可能摆脱到呢一支命运刺针啊！不断舞动啦，疯狂咁舞动啊！电光毒角，佢完全唔受控制。可恶，银河天马究竟发生咩事啊？你唔好再咁样做啦，司奥。点解你要做埋啲咁嘅嘢？你问我点解啊？系咁，我嚟问你啊。点解你要抌低我哋啊？嗱，抌低你哋？你喺度讲紧乜嘢啊，司奥？我同埋托比，仲有正宗你，我哋三个明明曾经一齐话过要成为 number one 嘅。你真系要去啊，正宗？是啊，你要等我，我快就会打低那个叫江银河的人，我要证明给全世界看，我才是 number one 的陀螺手。正宗，不过这样啊，是这样啦，我出发了。啊，正宗啊。但是在你走了之后没多久，托比的病情就突然间恶化。你没事吗，托比？我没事。司奥，做什么啊，托比？如果正宗真的可以成为 number one， 那就好了。托比，啊，托比，系嗰阵时，
托比个病已经恶化到任何医生都冇办法医得好，但系托比个心啊，净系担心你。佢真系傻。当时我想话你知呢件事嗰阵，就俾我发现到。有结果啦！就系呢一刻，第二位日本代表诞生，佢就好嘅，终于都赢咗。原来你嘅心入面就净系想自己加入日本代表队，成为 number one， 抌低咗我，仲有病得好重嘅托比，就净系挂住自己开心。唔系咁样噶，你听我讲啊，思瑶，我咁做系为咗托比佢。就喺嗰阵时，个个改变我嘅人就出现咗喺我嘅面前。可恶啊，托比，嗰个国谷正宗背叛咗我哋两个。乜嘢事咁嬲啊，小朋友？收声啊！呢件事根本唔关你事。咁又未必喎，斯奥阿比士。我已经详细调查过你嘅背景，你系唔系想变得更加强啊？我变得更加强，向嗰个为咗自己抌低你嘅国谷正宗报仇。我讲中晒啦。你究竟系边个啊？我系捷古拉特博士。亦是 HD 研究院的院长，而且我还是破星者队的领队。你说的破星者队即是美国代表队啊？如果你肯加入我们 HD 研究院的，我就让你成为美国代表破星者队的队员。你说真的？只不过条件是你要协助我进行研究，而且还要是得到一定的成果，我才会兑现承诺。但是托比现在，如果你肯答应我这个条件的话，我可以俾你嘅好朋友喺世上設備最先進嘅醫院接受最先進嘅治療，全部費用由我俾。托比佢可以？冇錯，托比以後嘅命運就由你嚟決定。我當時只可以照住佢嘅説話去做，就算要我做百旋陀螺修強化實驗嘅實驗品，我都冇所謂。唔通思奧你就係因為咁先變得咁強？點解你要抌低我哋啊？就係因為你。我哋两个先会，意思唔系咁样噶。我根本就冇抌低你哋两个，我冇忘记过你哋噶。其实正宗咁样做，系想以自己嘅方式达成托比嘅梦想。唔通你咁都唔明白咩？我点会明白啊？我国谷正宗，你就同你喺日本揾到嘅同伴自相残杀啦！粉碎喺呢剑罗盘嘅力量之下，快啲停手啊，司徒！国谷正宗，我系绝对唔会原谅你嘅。先动，状态好好啊！系啊，大地苍蝇嘅转动甚至比起之前仲好。时间好快啊！大地苍蝇同烈焰天平真系状态十足啊！不过话时话，银河同正宗两个究竟去咗边度啊？咪去咯，真系冇佢哋收啊！原来龙牙唔喺呢度。你话龙牙？你究竟系咩人啊？系你哋啊！你哋两个咪钢铁银河队嘅陀螺手大鸟翼同埋天童游咯。喂喂，而家人哋嘅陀螺喺度转紧噶，唔该你唔好喺度阻住晒啦。头先你话系嚟揾龙牙，你究竟系咩人？你哋好啊，我就系破星者队嘅达美安。吓，你讲嘅破星者队即系美国代表队啊？嗯。冇错啦，系咁就你哋啦，由你哋两个嚟陪我测试下我呢个啱啱完成嘅陀螺，佢叫做地狱魔犬。吓、啊？咩、事啊？嗰啲系咩嚟噶？阿爷佢哋咪喺嗰个地方咯。系地狱魔犬嘅力量嚟喎，已经苏醒咗啦，达美安。哼，系咁。我就等到决赛先同你嚟个了断，你同我记住啊，国谷正宗，打得你然之后成为 number one 陀螺手嘅人，一定系我。司徒，正宗，我过去先啊。啊，等阵啊，司徒，司徒，你哋点啊？阿爷啊，点解会咁噶？
你一定要小心美国代表队。哎呀，注意啊！哎呀，注意！啊！好污！